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可是他们说要杀苍凛哥哥，我不可能不管。你这身功法连最笨的宗门门派都打不过，你能救谁出来？我学会了睡行术，我可以用睡行术带苍凛哥哥一起回来。你急什么？我都和莫晴说过了，等他伤好了便和我们一起去救柳苍凛。我等不了，他们还有一个时辰就把苍凛哥哥给杀了。那是他们骗你的，你不去柳苍凛他也不会有事。不行，我不管。我说了不准去。对不起女魔头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秦芷燕，圣主等了这么些时候，若是那秦芷燕不来，你待如何？他一定会来。苍凛哥哥呢？真假秦芷燕已捉弄过我等一次，你若要柳苍凛，证明给我看。你想要怎么证明？试试便知。我今日能来便能走，你先把苍凛哥哥带出来，我要确认他没事。苍凛，苍凛哥哥，苍凛哥哥，秦芷燕。血，你先保证我把我的血给你，你就放我们走。我保证。芷燕姑娘，我之前受伤用不了睡行术，你找人带我去凤山。凤山，凤山的宗门大会不是已经被我等阻止了吗？别废话，我让带我去你就带我去。是，我去禀报门主。芷燕姑娘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这就禀告门主，将南山主请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圣主，此前我可是听你说只是取血而已。好，将他俩关起来。你说好放我们走的。圣主，我是说要放他们走，可我没说马上就放走。刘素若，Thank you.
金仙至今还未苏醒，未免事情有变，还是先将他们两个关起来比较好。事已至此，切莫因小失大，功亏一篑。稀奇啊，竟然主动到我这儿来换药。阿斯，过来搭把手。这是新的药材？是，却是味真药。可去找药铺试药吗？不必，眼前不是有个现成的吗？走，擦药。拿我试药？荣幸吗？我看你这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，我就把换骨也加进去了，看看有什么奇效。安斯，把它煎了。是。这药不是外敷过了吗？不是说是药了吗？我要外敷和内服一起才知道有没有用。那要是出人命呢？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是早就说过随时准备去死了吗？明轩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看见你了。当年你带我走过的那条路，我盼着你醒来，再带我走一遍。